大家好啊，上一次我们聊完了推背图第43项的这个图像衬还有送，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右边列出了周易经部64卦卦形其中的一卦，就是火风鼎。这个鼎卦也是大有来头，所以我们今天要单独拿出一期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鼎这一卦象到底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而四象就生了八卦。鼎卦里面其实是由两个卦象一上一下排列组合而成。鼎卦是周易64卦里面的第50卦，它的下卦是巽卦，巽就是风，它的上卦呢为离卦，离代表火，所以鼎卦也被称为火风鼎。有火有风，大家能够联想到的就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那么推背图第43项为什么是鼎卦呢？首先我们看到第43项下面是丙午，丙午是我们60干支其中之一，顺序为第43个。论阴阳五行，天干之丙属阳之火，地支之午属阳之火，是比例和好。然而在日本呢，则有一些迷信认为丙午的火气太旺盛，是多灾多难的象征，因此认为丙午年充满了不吉利。然而吉与不吉，我们不能单从丙午阳过盛火过多来判断，因为丙午在这里我认为它仅仅是一个顺序，43匹配第43项。我们要想知道它的吉凶，我们还得要看它底下的这个卦象，就是鼎卦。周易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经的部分只写了三个字，元吉亨。传的部分又分为彖传和象传，而这两部分的传呢都是在描述鼎这一象到底说明了什么。比如象传里面说，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宁命，意思是说木上烧着火焰，象征鼎气在烹煮，君子因此要效法鼎，端正位次而严守使命。只有理解了正位宁命，才能理解推背图第43项黑兔走入青龙穴。那么什么是正位宁命呢？在这个象里面告诉我们，君子要效法鼎气一样，要身正严守使命，以担当职守，免入邪途。因为我们看43项这个秩序已经大乱了，君非君，臣非臣，君子走入到一种困境之中，所以这个时候更应该严守自己的使命，认识自己，端正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位置，而不能慌乱，而不能陷入到邪途之中。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鼎卦，它的卦象所给我们展示的这个过程是如何的。初六，鼎颠止，立初匹，得妾以其子，无咎。这个初六就是这一卦象的最下面的这一个段的横，这叫初六，是一个阴爻。它的意思就是鼎倒过来，两个足颠倒下来，把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倒出来。意思是说这个黑兔走入青龙穴，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困境之中，你要好好的看一下自己有哪些缺点，有哪些过去的不足，性格上的人性上的缺点，我们要把它倒出来。立出匹，匹就是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倒出来以后就能够更好的走下面的路。事实上这一爻呢应该是一个阳爻的位置，但是偏偏放了一个阴爻在这里，所以一般阳爻居阴位是不当位，也就是失正失位，也就是背逆正道，违反规律。在黑兔走入青龙穴这一个象之中，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阶段是不吉利的，这就是革故鼎新的意义。那么我们看第二个，九二，鼎有时，我仇有急，不我能急，
吉。九二这个爻代表着事物展露头角，主于适当进取。为什么要适当的进取呢？因为到了九二的时候，鼎中已经装满了食物，说明他身有重任，要谨慎的前行。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里，下期更加精彩，希望大家关注点赞。